桂宁广场，桂宁广场，来，桂宁东面，别别别别办了，把这三车在哪？现在，咱们整个当地都知道，你就来吧。好，开始打饭喽，来。然后有肉，从那试试。来来来，来只是你这锅太大，不来点汤吗？看不见。来下一位。很多。哎，稍等啊，稍等，我给你们拿到上面来，然后再上。好，来。哎，来再来点。我们现在做20多天，跟环卫工人。你怎么？不冷的特别熟。你这么先拿一个，然后一会儿再来。哦，我也省了。来，到时候给你加。来，主播关注，给到时候发。稍等啊，我给他弄完了。发，哎，来吧。发位置。哎，来，再来一首。好，好，下一位。哎，没事儿，没事儿，不辛苦。稍等啊，稍等，哎呀，我要不烫着你们，咱得注意安全。家人们，没事给三姐点点赞，点点赞，点点赞。那不行啊，咱们这是吧，咱们既然吃饭，咱们要吃饱吃好，还有安全，注意安全。来来来来，再来点，再来点。好，感谢啊，心心加心，感谢啊。怎么拿？不得这拿吗？一会儿再来。来，感谢心心加心。哈哈哈哈哈。打饭那个大姐，俺们早上都起得很早，来有时候根本吃不上饭。好嘞。拿馒头啊！所以说我们也是考虑，哎，怎么也是做、啊，这么着连做公益，连给大家伙做个饭、啊。再来点汤。啊、我们是完全免费的。来下一位。来。很简单。好嘞。有些人想法太多。来，再来点，再来点。今天我做的味道还行呢，然后，我因为咱们俩今天尽量不能弄咸。管够。等会儿啊，你这个不好盛。哎，对对，弄一下，对，因为他的口小，要点汤。好嘞，看这一层油呢，他们有时候说看不着油。粉丝，我们下边看一层油在咱这看。因为刚开播嘛，刚做。那粉丝，我们这是乡镇。再来点，再来点。我们这叫祁县。对，火腿肠。马上我们也会下面上旗舰、啊，这粉条弄一下啊，或者是咱们得快点打，要不然怎么说？尽量别让他们等，是吧？大锅菜好吃，知道吧？你大锅菜各种食材往一块一整，哎，一整它就好吃。另外吧，人多吃饭也热闹，吃的也。就吃的心情就好像，平时你在家吃一个馒头，你有可能咱们那有小咸菜啊。可以自己拿一下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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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书底下是没有没有。另外我们这也有伞。好的。但是今天刚我们昨天下了一天雨，今天早上还在下雨。感谢啊，感谢龙啸天，感谢啊。哎。一吃一个不吃。来，对，人多吃得香。端着盐啊，端着这个盐。因为他们这刚是几个队儿，刚是一个队儿的，不要了，就这多人。来下一位，知道吧？现在还要不往里加入，但是我们因为我们力量也是有限的，人手也有限的，场地也有限的，所以我们目前还没让加入。那我要多少人加入？我们200人、300人也有。知道吧？你喜欢这种感觉，因为我们是用心去做，我们不糊弄不硬。来，好的，下一位。我们当着是，连开个直播，哎，弄弄流量，这说实话就是这么事儿。没那个行，你就端着边就行。然后呢，主要是以做公益，别门儿别。啊，姐拿的这个，嗯，你这个好来，最起码那么拿着不太烫手。有些人。但是你得小心，别贴着它。来来来，给你来点汤。那时间能证明一切，那去看一下吧。我们已经坚持了23天了。哎，弄一下吧，来家快点打，让家人们快点吃。对。哎。咱同事不要这么拿的，姐姐，端着边，端着边啊。保证你来。不是啊，那样拿的。慢点啊，别烫着。哎，淡的。明天八一了，八一明天我们准备的是，那我得看。60斤牛骨头。这个好像真没有。环卫工人这头做足，来个汤就得了。
拌牛肉，今天下午就开始自己准备。哦，我明天早上先走铺，慢点啊。嗯，来，感谢刘星提前关注啊！哎，三姐正忙着呢，我替她说两句。感谢感谢感谢，感谢刘星天啊！哎，是，哎，这个社会就是，别套着你了，还是说。主要这太好人多吧，这是我始终认为是这样。来，好嘞，好嘞。感谢陕西商会送的人气票啊！感谢，感谢，感谢，感谢。来，来。对，这是纸风。来，下一位。纸风瓶装，纸风瓶装的。对，我们是绝对不糊弄，糊弄有些是有些个做大锅菜的很多。哎，就是跟着别人就行啊、哎。但是我们的想法和他们想法不一样。咱们吃饭得注意安全。我们就是拿做公益的心做。不太好，就是这会儿有点肿。是这么个东西。嗯，就是、不是说为了直播、啊、对我而去做公益，不是这个想法。这不是咱们。那天穿着洗衣服来。嗯。感谢郑哥啊，感谢郑哥。哎，可以关注一下主播。哎，通通粉儿。嗯。直接。别套也行，不套也行。哦，他想套上就带了。我中学，他等着我呢。哈哈哈！他得套，他想套对。不勤防刮水。慢点，哎。知道吧？汤多，锅大，放了十斤肉。来，搁点肉。明天你来，你看看肉。有肉啊，有肉有菜，健康实惠。对，爱心传递。这家做不出来，等会儿我给弄一下你这个。对，哎，他叔哈尔滨说不对，他才不对。黄工人工资不高，其实他们来干活主要是为了个保险，但是他们活还很累。好像起不肿的。闲的，刚才直播间前什么？今天老热天，哎呀。哎，好嘞，没事。哦，对，有的种拍。我们不去评论别人去，我们就是自用心做自己就可以了。上哎，这是根本。哎呀，有免费人票，你可以刷刷；没有，你给主播点点赞，给三姐点点赞。哎，就算帮三姐涨点人气就可以，我们就感激不尽，知道吧？不是说必须非去刷礼物，没必要。汤整多了，来。等会儿啊，给你来点上面的肠和菜，还有肉，来。好嘞，拿上馒头、花卷儿。平常没下雨吗？今天早晨那是几点左右？五点多钟？我们起床四点多钟的时候就已经不下了，就下点小雨了。嗯，现在没下。昨天下了将近一天，然后又下一晚上。感谢红秀，谢谢你送的小星星，感谢。嗯、啊，家人们看一下啊，身后啊，所有的环卫工人在用餐。咱们今天给大家做的是啊，猪肉大炖菜，啊，猪肉大炖菜，还有粉条。猪肉粉条大炖菜，对，我这么弄一下子，哎，对，哈哈，来，给你弄点酱来，好嘞，没事。来，咋样味道？这好吗？对，我就没敢等一下，今天的味道我感觉还行，这最起码咱们是吧，让它淡着点，然后吃着有营养，哎，好嘞。不够吃的可以来啊，来哥。整点酱。哎，有粉条有肉，来哥。好嘞，今天辛苦了。没事。